中到高中就开始，好多巴西人就开始学一些仪式。那这些仪式来干嘛呢？比如说你有任何的许愿，一定有一个仪式可以让你好好的做那些步骤呢，它的成功率就会很高。那尤其女生都会相信这些。那第一个我们要学是什么？比如说找爱情，什么仪式来找男朋友？我教你们，很简单，你先找一条河，好，一条河，然后把你先，这已经太难了，这一件事真的一条河，什么河？陈友兰溪，太难了。然后把柳公俊，对，然后把你前任的照片到河里面切丝，小块小块的放在水里面丢嘛。喜欢的对象啊，你前任的三个男朋友或者三个女朋友，前任三个，对，你如果没有一个 X， 你是第一个男朋友或者女朋友，那这个步骤就无所谓，略过。然后重要来喽，你要拿一个新的杯子，然后就你从那个河边的沙子拿三把，一二三放在里面哦，然后你就是要找一个果树，一个水果的 tree， OK OK， 不能是柠檬 tree 哦，柠檬不行，任何其他的水果都可以。你在那个水果树开始挖一个洞， grape tree 这样子，对，也可以葡萄树。你那个杯子就河的沙子，对不对？你要加三个东西，三片玫瑰花， OK 啊，这还好，这简单。三个汤匙的蜂蜜，可以，一个蜂蜜，然后三把的汤。Sugar， 糖。他这个觉得我单身好了啦。Sugar， 从河里大头鬼，真的只会招来蚂蚁。再找一个果树，我们这里是台北啊，好难哦，哪里找啊？台北附近的公园有一条河在那边呢。哦，那是台水沟吧？然后最后要把这个要最后台水沟，就把这个杯子放在洞里面，把它埋下来，埋起来啊，就成功了。你很快就会爱情来了，不会，不会造成河川污染，只会招蚂蚁，不会招桃花啦，蚂蚁来了。还有比如说疫情的时候。不是好多人失业了吗？没工作，我们有一个仪式来帮你快速找工作。好，这个很简单，你要在家里去找你常常用的杯子，哦，又是杯子，又是杯子，很多跟杯子有相关的。然后你把一点点 sugar 放在里面，又是 sugar， 这样很重要哦。你要拿一个白纸，把你的名字跟你的地址写在上面 ，OK， 然后把你家里的其中一个钥匙包起来。包起来，在白那个白纸里面，放在那个杯子里面。当然，然后呢，你要在你的家里去找一个比较高的位置，把那个杯子放上去。哦，但七天，然后第八天，你要把那个纸拿出来，然后跟你的守护天使去拜拜，说你要赶快找工作。哦，把纸跟水倒掉了，把钥匙放在包包里面。哦，工作很快就来了。我觉得你真的要玩很大的其中一关呢，好记忆力好长，还是单身好了。好了，没事了，单身好了，对啊，不要工作了，好了。好了好了，看你的第二条了，这个我们听听就好。诡异诡异，好了，用盐巴撒在肩膀上能驱魔赶走恶。日本也有，日本也有吗？撒盐巴。对，我们在巴西小时候都会被长辈洗脑了。就是我们一次去我的阿嬷的家，我们在那边突然来个盐巴。撒在我们的左边的肩膀。我们小时候是完全不知道是为什么的，后来长大他跟我说，只要你最近觉得运不好或者倒霉什么的，代表你的左边的肩膀坐着一个小小的恶魔，在那边一直想办法作怪，就是让你别老啊，还是赔钱啊什么什么的。乌鸦，没乌鸦，没有乌鸦是瑞典的，那是蔡康永，那是维京人啊。所以你要解决这个小恶魔就很简单，拿一点点盐巴往后丢，让他瞎了。他瞎了就跑了，你这就可以改运。然后我们跟眼巴还有好多，到现在我是啊，我到现在如果吃的时候啊，看到一点点眼巴就会这样子塞一塞。了解了解，可是要小心后面有人。你不觉得你在讲这个前面这五位都没什么？那在法国也是有这个，也有啊，也有。你们也是验，你开始吃饭的时候，有一些人会这那验，然后丢你后面这样样。还有，比如说你眼巴不小心掉了呢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哦，每一颗每一分眼巴代表一掉眼泪。OK， 你以后会哭，所以你一定要把那个眼巴锁起来，在锅子赶快扫一扫，你真的就不会难过了。哦，这个都是巴西一些，我觉得巴西都很可爱，这么浪漫，就是很像小女生，都一个眼巴，眼泪是珍珠，可是这个好隐私哎，这个在巴西好严格哎，真的吗？真的，好，我们不太认同，谢谢，来看第三点。
八月十三日需遵守十三条规定。哦，这个真的好复杂了。我们只对八月是真的觉得那个八月是整个一年的最倒霉的一整个月，所以我们对八月已经不好了。比如说我们知道好多人类的天灾大震什么的都是在八月发生的，哦，真的假的？所以我们对八月是非常的小心。那十三呢是为什么？我们对十三是非常的负面，因为巴西算是世界上最大的基督教国家嘛，耶稣在最后一晚犹大就是第十三位，所以我们对第十三把他卖掉，把耶稣卖掉的那一个人。而且呢，我们在巴西八月十三号已经发生过太多不好的事情，所以我们前几年的那个巴西的总统选人，他是刚好在十三号八月的飞机掉了死哦，所以我们对这个日子特别的敏感。然后呢，我们有一个东西叫十三条规则，这个是很久以前就是长辈的历史，他们有大概十三个规则是哪一天是不能做的，可是现在是越来越多。有什么？比如说你起床，你不能用左脚下床，一定要用右脚下床。OK OK。你一起来，你不能吃太饱了，你不能喝太多了，因为你那一天腰空腹。比如说你看到木头，赶快敲三次。或者比如说你在家里不能打扫，因为你不小心把你的扫把刷在别人的脚，这个人是一辈子不能结婚的。所以我们太多规则在十三号是不能做的，也不能熬夜，也不能出去的。那如果血糖太低，可不可以吃东西？就不能吃东西，反正你去他家都没有吃东西了。所以这个日期不要约巴西人出来。巴西这个国家是非常非常多从全球来的民族，什么非洲、日本，我们是地球的火锅，很多很多不同的迷信都混在一起，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到底为什么要。对他们就有扁鱼啊，有沙茶，有羊。我们好多是意大利来的习俗，你知道吗？都是你们的问题。我们那个盐巴在水，我知道啊，但是盐巴在水以后，你要丢意大利面，然后再做一个番茄酱 ，ready。对，吃饱再说。吃饱再说。这个蛮实际的，蛮可爱。来关心一下法国到底有什么跟人家不一样？法国是很，法国也是有一些很奇怪的习俗。新人需吃完亲友放置在尿壶里的厨余，祈求结婚后诸事顺利。What？ 对啊，这个是最恶心的，是婚礼当天，在法国婚礼当天的时候，你吃饭以后，新娘的朋友他们会拿一个尿壶，我希望是新的干净的 ，OK， 然后他们会放全部他还没吃完的厨余的东西，都还没吃完，然后去新娘。然后让他们吃东西，但这个尿壶是用过的吗？我希望没有用过吧。哦，没有规定一定要用过。有一点像你们台湾也是有一个习惯，在台湾吃清酒以后，有一些桌子的朋友，他们会用一个杯子，然后里面放很多酒什么的，然后让给新郎吃，对不对？厨余耶。对呀，啊，我知道，但是我在法国结婚的时候没有，我们没有看过有人这样子的。我有看过一次呀，但是我们结婚的时候没有这样。结婚然后大家闹喜事嘛，好玩啦，比如那个新娘子的高跟鞋。对，要倒酒，叫男生喝下去。这个是俄国的，我刚过这个有拜过这个，我拜很多婚礼，我都有拜过这个。还有另外一个是，难怪后来大家都不顺利，全部都离婚，不太结婚。有一个游戏是婚礼当天的时候会有一个游戏，是新娘也会有她的对象会有一个瓦袋。小小的那种瓦袋这样，然后他们的朋友会给他们钱。所以每一次新娘会拉她的衣服拉上去一点点，这样裙子拉高，对啊，然后这样100块，然后拉，然后是谁是拿到这里会送给她这个袜带，然后全部的钱都要给新郎新娘。哦，你礼金了。对，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性感，就是有点不好意思。对，很性感。有拜过这个，真的有拜过这个，但是是很尴尬，真的很尴尬。对，好看第二条，来啊，第二条。好，村民乔装成坏圣诞老公公，但是当天上街巡视。当然，在法国我们有圣诞老公公，但是从很久以前开始，特别是最多是在法国的北部有一个坏的圣诞老公公啊。这个法文的名字是 Père Fouettard， 对啊，他的意思，他的想法是要吓小孩。所以小孩要快的，要不然他会来打他们，这样。所以这样你看是，所以他穿黑色的，然后就感觉比较脏脏的什么的，然后有胡子很大的胡子，这样。Sandy 姐，这有没有像美国的 Mr. Grinch？ 对啊，有一点这个想法。鬼灵精很讨厌圣诞节的一个角色，这样。对，是。他最讨厌圣诞节，然后就是想办法搞破坏，然后只要有人要庆祝，他就把它毁掉。对啊，所以他有编制这样可以打小孩。捣蛋鬼就退了啦。对，没错，也是，就是说，可爱，还好，还好。
好，来看第三，最后一个喽。哎，法国这个最强。面包不能倒着放，碰触禁忌会遭遇不幸。这个是倒着放，对啊，这个我们说是 bad luck。面包有正面哦。当然啊，像法棍，法棍你放这样，你不可以。你说不能趴着。对对对，等一下是圆圆这样，然后是冰的，你不可以放着放这样。这个是因为很久以前的我们的刽子手。刽子手。呀，因为要杀人的，他们的工作是早上的时候，所以他们不可以去买面包，所以面包店因为不要卖给不要卖他们的面包，给刽子手会用一个面包放过来这样。房子，所以知道这个是他们的，对啊，这个是因为他们晚一点要才来。哦，不是，就是说，因为刽子手早上要行，所以他没有办法买面包，那面包店就保留一些，这些是你不能买的，因为这些是刽子手要吃的，对啊，就把它反过来，所以那变成就是说，如果反过来，就表示刽子手今天早上要行。对啊，所以每一个客人来面包店的时候，干这样的面包，知道今天会有一个人被杀的。所以真的，你去这一个在法国，每一个人会知道这个就不行，真的不可以，有点恐怖哎。就像我们如果去人家家吃饭，然后就是过年或什么，结果他们家突然有旁边有另外摆一碗，然后那个位置没有人，哇，那你就知道他说的那一家。就是我家，你们国外都没有嘛，对不对？外国会留一个碗筷。我是要49天，对，我旁边都有一碗饭跟筷子，还要不有椅子？来，椅子都有，全部的都有，整套有杯子什么的。不好意思，我要吃饭前要先跟他说，来，妈妈先吃饭了。49天，七十九天，对，79天，因为是我。有点复杂啦，其实你有听过很感人冥婚吗？对，49不是49天吗？冥婚就是你娶往生的人，对对对对对。怕了吧？我们家就有一个，还说什么？我们家就有一个啊，对啊，那是我的妈咪呀。就是好孝顺，没有了啦，没有了啦，没有了啦，我觉得好恐怖哦，不要这样子讲。妈妈，我们差不多录。不要。有点恐怖，不会啦，不然妈咪，好，谢谢他们可爱的分享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我们在52台被撤照，我们在 YT 被限流、被黄标，我们在脸书被检举、被降触及，我们全都遇到过，但我们不放弃，让真相被听见、被看见。我们现在有自己的中天新闻网 App， 这里永远不断线，请您赶快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， 这个 App 好贴心，中天的新闻、直播和节目全都在里面，一次满足。